家早安。今天是在韩国的第三天，然后现在是早上的8:30，我要去酒店的 restaurant 吃东西。9-1-2 9-1-2 Yeah. Okay. Yeah. Do you do your head brown? 有啊。哪里薯条？ Head brown 之前。我没有看到耶。为什么马来西亚会没有这样的设备？太好用了。今天是下雨天，然后一整天都在下雨，我没有带到雨伞，他们每个人就很愿意的借我的相机，因为比较贵。这里是1:30，我们再练习多一次，过后我们就会进去大火里面唱。我们现在去着大火那边练习，他们晚上有一首歌要表演。每次来到他们的这种火，他们都会有一个艺术火啦，就会有一个这个 department 是全部卖音乐的东西的，然后里面很美，他们对于艺术的这个价值方面真的是很珍惜很重视，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会吸引到人过来这个国家来看这里的艺术。这就是那个hall吗？有乐器在练习，不懂今天晚上有没有机会看到 orchestra。今晚不能拍照，因为好像 MPO 这样子，真实的表演厅是不让人拍照的，所以没办法。我现在他们 rehearsal 的时候就拍完全部东西，不过真的很好听，很大。现在是接近这里的6:30，我不能进去，因为我必须要买票进去。里面是不让你拍照，这是非常正常的，你不能拍照，你不能录影，所以没有办法。我等一下就在 greenhouse 等他们完毕。1、2、3。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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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面，因为没有办法进去的关系，我在这里录那个电视机的声音。
今天是第四天是吗？今天这些人有表演，我来摇个，他们有表演，所以我们去着这个 Art Center 做最后一次的 rehearsal。这里就是那个 Art Center 的外面，然后喷水池就在那边，你看到后面的一大堆人全部在那边看，我在那边拍家庭照。我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现在这里绕一下吧，反正最后一天在这里了。Hello Zoe， 欢迎光临。哎，老师，我们的胖瓜，胖瓜，鼻屎，有隔离。
And for the Malaysian students here, it is a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us to come and see the culture of making music in Korea. We are so inspired by the spiri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I'm very glad that this great concert ended very successfully. To all the wonderful singers that are here tonight, cheers! OK， 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今天晚上将会搭11:20的飞机吧，所以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逛一下首尔这个地方。然后现在我将会去一个叫做东大还是玄大还是空大啊空啊忘记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到底首尔有什么地方可以玩。这个是什么地方啊？就是我们现在要去这弘毅大学，叫做 Hongdae。如果你想要只是想要一天的 WiFi， 你可以去 Seven Eleven 买这个 KT WiFi， 然后呢，你就可以 online connect to 他们有 free 的听讲，他们到处都有这个 WiFi。哎，我们跑错地方，不是跑错了，我们特地选这个地方，因为交通我没有看过这么高的楼，感觉像去大包室。好像去那个黑风洞这样子。到了弘大，然后这里是一个出名的走街的地方吧，然后可以看到很多衣服啊、吃的东西啊，全部在这里。其实的full name是叫做弘毅大学，但是缩写就叫做弘大，所以搭车的时候你们要找弘毅大学。这里这条街是跳舞的街，然后我现在要过对面。它其实跟日本有一点点像，这些建筑物的安排方式。然后我们等一下2:30集合吃东西。So， 影片来到这里便结束了，在这里也要非常感谢带我来到韩国的 Susanna 老师，还有每一位 MIA 合唱团成员的照顾。
虽说这是去年的旅程，但在剪接的同时，所有当时的回忆一下子就涌入我的脑里面。也希望大家看了影片也能回忆起当时的一切。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候 ，Kamsahamida des。最后，也让我们在这非常时期一起同心加油 ，Stay at home。